生。大象鼻子最长，鼻子第二长的是什么？是食蚁兽，是小猪佩奇才对。都不对，是小象。啊！继续提问。把一只鸡和一只鹅放在冰箱里，鸡被冻死了，为什么鹅没有被冻死？因为鹅穿了羽绒服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快说。是企鹅。嘿，你们这问题有点……是脑筋急转弯，看来你们和我一样喜欢冷笑话。确实厉害，好朋友一起玩最棒了。